大家好，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有些四驱车本身会配备有差速锁 Deep Lock 这个功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真实越野的情况之下 Deep Lock 究竟有什么作用。眼前是一架 Jeep 的 Wrangler Rubicon， 原装已经配备有差速锁这个功能，现在我们只是用四驱模式尝试去过这个坑，就会见到左前轮不断地打滑，因为它是阻力比较小的轮，所以动力就不断输出去到这个轮度，而踩实地面的两个轮是完全没有动力的，动都不动。原因就是差速锁的特性本身就是会将动力输出去到阻力比较小的轮上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架车就没办法通过这个坑了。我们看看另一个角度，一样见到踩实地面的后轮是完全没有动力的，架车动都不动。之后我们启动差速锁这个功能，锁了之后动力就会平均地分布去到四个轮度了，所以你就会见到无论个轮有没有离地它都会有动力。搞定，条片去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麻烦 like 和订阅啦，是这样先。